可是在这个时阵，无咧吼，无真正去对大陆农业吼，来有啥物吼，可能反手啦，反正赞成啦，反对。伊安尼吼，做伊个工作，安尼走咧去倒人个钱咧走路，啊，倒拄着迄个吼死囡仔，啊伫个内底，会阮迄个就是。有一年看到个杨祖文吼，伊伫内底看到死囡仔，差变做囡仔，死囡仔伫是，伊内底有刷字讲就是讲粮食是生命吼，啊性命就是必须爱去奋战，爱去争取家己个权利。这四百就是四个，就是迄个烟火光甲声响。烟火光甲声响，即内底可能少年朋友即个部分吼，咱其他去好好去接触，啊，去发布了后日啦。有时间，咱搁再叫加住这个团队出来。伊这内底吼，伊就是我就做起来。伊阵啊，我会记得，伊看到这个团队先过来，咱去刷新的可能。啊，但是我唔知影你变哪边都还有写啊。啊，就是这个部分吼，这本书不能看。这里面就有写他每一次所放的那些爆裂物。啊，表现的时阵吼，哎，我那个。检查员判决下来的那个结果，这里侦办啊，交迄个网案，啊交迄个输的钱，我迄个底，我认为伊的炸弹是有伤害性的话，有一些哈，这一那讲他每之后他放置的爆裂物啊。其实吼，伊法院判决他做的是一寡咧看吼，伊是一寡。我啊！伫迄个进程，我毋知；伫迄个以后，我嘛看过。啊，但是我看的时候，我就看到，伊行迄边路边来，老是出很凶的。因为伊这变成这挖人这样子，所以他有学过，他有跟一个人学过那个制造方。是，他主要是讲，从2003的11月12开始嘛，一直制造，啊，伫迄个迄个，这个。对，啊，伊吼，伊用迄个，伊咧做炸弹时吼，伊用炸弹预案吼，啊，唔通进口地域，啊，政府爱照顾伊，你看咧，啊，所以电脑公权是吼，那个东西就是宣传，伊要传递的讯息，伊咧这个内底吼，每一定咧讲的意义是安尼，啊，所以后壁吼，有陆续。其实我安尼看，我算算嘛，唔知变哪去算十七粒，吼、哦，这十七粒是即个底迄个画面的画面，伊计算出来。啊，这里面吼，像你咧讲迄火车迄个，这其实这内底吼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吴一鸣伊嘛是，伊是纯爷吼，职业方向的无了，伊嘛做职业，讲，这报纸只他安尼写，吼、哦。你下出来是迄个啥呢？第一条的是真炸弹的吼，高度怀疑这是一个啥物？你讲其实吼，咱的媒体也好，还是讲咱即款这个微博下这物件也好，可能都对我们会怀疑讲，还不出来讲其他啊这微博吼，才敢会知呢？我看这物件，迄内底吼，迄这个。国际到女人吼，变成台湾性到女人的一个恐吼，写起来咱足恐怖的。这个物件就是讲一项，就讲迄个恐慌吼，想必比造成恐慌的本身吼更容易传播。就像黑幕之于起火前吼，风险最阿个恐怖。啊，所以伊如果讲到一个物件，这每年讲吼，咱大部分拢唔知报纸无写吼，从1990年代吼，每年都有个位数到十几起的那个爆炸事件，它造成伤亡吼。1996年吼，第一次民选总统一当吼，爆裂物的案件是15件，
啊，嗯，有三十个形象，还有四个死亡，啊，这三十个内底有六个是迄、那个吼、哦、前置治安人员啦吼。1992年伫麦当劳有一个警察死亡吼，啊，过来到这当中吼，像逐工拢有啦。啊，到2000年吼，台湾50几年来首度政权轮替了，这个爆裂物事件案件吼。一个时阵吼，咱变作侪。1999的时阵吼，一单3摆吼。2000年的吼是80摆，有7个人受伤，1个人死亡。2000是64摆，吼受伤5人死亡。啊，所以啊，啊个2002年73摆，这连续摆死啊，受伤8个死亡1个，啊同时有两个迄个警察吼执勤受伤。2003年底。哦，这持续，但是这个东西吼，无补没有补翻。2003年的11月13号第一个破掉了，到2004年一直补补到这个阳明门吼，唔知嘛，啊那时候唔知吼，伊全走出来主秀，这应该是我觉得最主秀的。伊在2004年的11月5号，第一个。我走去迄个台北的迄个第一分局吼，中正地分局去主持。啊，但是这个内底吼，规个的过程中，我看吼有刷文字记录，就是有一款人讲讲起，吼有一款讲法就讲，人都是善良的，所以当人在做坏事情的时候。他一定把自己露出很多破绽，希望有人阻止他的来源。啊，用这个事来讲，杨永明是不是有拄啊无关症吼？伊伫内底拢一直写啥物事吼？嗯，除了迄个我咧讲吼，不要进口稻米吼。伊这个2003年的12月，这第三条炸弹吼，伊迄个爆炸时就是吼。有大抓第二条就讲，第一不要进口稻米，是4.3%。二私稻米吼，100斤无到700块，是政府公平差，也是收购的迄、那个吼，遐就迄个海山，即、這个嘿，黄华昌就像迄个咱改关迄个啥，安永金吼，吼，伊咧收购在坑我们。啊，所以第三条警告所有超市、大卖场、公路。卖个换币进钞币，啊！啊，说因伫即个地方，哦，啊，这第三了，这个真趣味，就讲伊甲藏伫一个吼，迄个透明的塑胶保鲜盒，会当看到内底有装闹钟啊，甲安心的吼，好像电线。啊，河外吼有两只粉鸟吼，伫遐来到这个线的吼，线捞出来的鱼，吼，伊讲这个米炸弹嘛吼。啊，这是第一个迄个。伊的资料较明显，个人认为吼，伊刚好去写批，吼，写批就讲是讲这个2004年2月7日吼，的火车顶，吼，迄个用麦当劳纸袋吼，啊，里面装世界展望会吼，1267的迄个会刊前3页，做一个饼啊，计时器搁加收音机放的迄个混合爆料装在钢制。调味罐内还有12克的燃油加白糖，而我们不过是一群平凡的人，他没有政治目的、宗教派别，不是为了金钱，更不以制造心理恐慌或杀人为目的。诉求是：一，请不要进口稻米；二，政府要照顾人民。哦，啊，这内底有一张，所这是2004年2月7日的批吼，所有的爆料都是来自重点所需要的肥料，其他的材料也是日常生活随手可得啦吼。那其实帮世界电网会加分吼，符合款务，但是所有的钱拢是直接还阮自己的手的，所以只要有人恐吓，爱恁会是过，迄拢毋是阮，阮干来直接行动，有价也是。吼、啊，啊钱，阮拢哦，钱就讲，阮无欠钱，阮家己有工作啦。那不在乎伤亡，那是一种过程，多少人数字的不同而已，就强下来。
那不管是信或是电话，一定会有下列的人，然后说是我前关东西刺客。这里吼，伊讲伊要这个是所谓的提示啦，吼，要警察会当抓到伊吼，其实就是做。啊，现在的警察吼，不管是迄个国民党的执政，还是吼，迄个非国民党啊，纯粹的执政，敢那拢无啥物啊专业啊，无啥物，迄个想象力也是非常能力吼。毕业的推理小说，遐经常看蛮。所以这个部分吼，一直到近年吼，这个，伊去中正低分是，伊讲是伊做的时吼，遐经常咱讲想讲这是下好下歹，但是尾后马上迄个报纸出来了，就交迄个苏建和案，吼，同款类似同款就是做大，吼，讲吼一个吼安尼。诶，办案不少全归吼，啊，作恐怖的人，啊，即嘛吼，警察作到神勇甲抓到，啊，抓到咱会当有奖金。苏建和案吼，迄下埔甲变作一人，嘛是可能交奖金。不过这个代志，咱我问我办案的，伊个对这个代志，佫有啥迄不同意见？迄日我，迄日我问，当总是即个变讲，这个案件要抓起，要让起诉。啊，然后吼，你审判过程中吼是不得交保，啊，有足侪人讲伊是应该被交保，啊，即个内底甚至足侪迄个迄阵国民党，迄阵国民党是怎样？国民党诶，选举迄个候选人吼出来替伊吼，啊，打抱不平吼，啊，足讲足侪，但是伊迄内底上底后壁是司法审判吼，到。可能到二零零五年的一个迄个7月27，就是伊互抓去过一冬，2004年的年底啦，拄啊经过七八个月，449页，咱的司法。公开甲伊认定伊是主手，啊，咱讲呾主手啊，交投案啊，交被逮捕，所以迄个状况都不同，好，正常，我哩甲咱分享好。啊，这时候就是还不知道的时候，你自己跟人家说这个人是谁，那人家已经知道大约了，嘿，啊，你整个来，跟着四手投案，好，被知道了之后就。会查你知不知道的问题？是，正常。因为阮有一个案件，就是迄个1988年，1988年吼，咱迄阵仔还袂使讲迄个二八迄个代志啦、历史啦、平凡啦。啊，但是因为转台湾吼，1987年，郑南榕就出来讲，他说1988年的迄个二八转台湾，拢迄个追思活动。啊，家己无人做，啊，一个代表一个家己办，叫小玉珍，要找无人，到咱找伊办，讲啊，即个，哦，啊，即个爱逐个人讨论者，我啊，即广告明仔载咧刊伫咧头咧刊报，啊，全台湾拢有人家己咱是刊到咧遐看者，啊，到咱关注咱小弟，然后啊，嘛有咱来追思吼，啊，要带队，带车，哦，遐亲戚亲戚所在，啊，就一个这样。迄代志出来了，结果煞变做迄个秘书拢无啥用。但是煞拄好1月20号通过集邮法，啊，恁到2月28，再讲咱个爱情欠债使办，吼，再来秘书，啊，到尾就讲，啊，佫来讲讲是2月23，讲叫咱没有申请就会还，啊，要申请。啊，我们说啊，都好好啊，没来申请，啊，申请又来不及啊，因为7天时间不是申请，你得安排早谈啊。我讲好安尼哦，安尼无你无准备完毕啊，我嘛要拜拜尔啊。啊，即阵讲违法，违法我难办法哩。我讲法院说，那些地法院定的啊，也不是关警察定的啊，而且那个是不管那个，啊，不管那个，不管你当的总统，相法律书写。所以到尾吼，阮伫迄个代志内底拢无代志，那到后壁雪军的时候，雪军就只有靠动手，动手了吼，连我无状况，
就不会很清楚的话。啊，那时做些变形，做两下，但做些回暖机的话，真正开始。稍微有点，然后那个范林斌那个检查数，一百度，一自首，啊，结果就一个律师嘛，我们等等等等，啊，所以我先问，啊，你到底管不管？讲你恁不是自首，恁要做投案，哦，对，因为恁拢是迄、那个去咧、那個、拜拜的时吼，啊，警察迄个搜证吼。一个拢去骗，哦，啊所以你变成，哦，讲成哦，伊讲迄个图案，图案迄个，迄个就是标志，啊，其他拢后面看，恁无来是后底会当来变，啊，恁来出来，哦，图案啊就清晰，所以这个部分哦，差不多讲起来就是演员吼，伫即内面，伊其实工作侪个。虚吼，动作的话，伊甚至讲，就讲阮即马是吼，阮吼一群人的意思吼。阮吼安尼，即马还无去甲恁上恁的钱啦，但是恁若要继续安怎买吼，吼三不三的那个个例嘛，一个考虑啊。所以伫迄个442页吼，即个决判吼判决文内面就是吼，杨宗纶放置的17起东西吼，到底是什么？老爷来宾的是讲印象吼，所以伫这个代志内面，其实我想差不多只要就是安尼啦。这个了就关嘛吼，啊关就足侪人咧照应啦，包括国内外吼，刷判片吼，恁就去声援，会当去做刷照应吼。那所以台湾吼。真奇怪，就讲农民的问题，啊，拢支持农民咧拍平，农民咧关心。所以520事件发生了吼，咱个政府嘛讲，遐出来滴吼，迄个抗争内底吼，有足侪人，比如你读册人，你当时你人，啊，你迄个吼，学校还是你这吼，出来与农民的那个。农业政策的剥削哈，讲公道话，那个是假农民。但是这嘛真吊诡，就讲跟农民吼，因伫迄个1989迄个520之前，迄农业是一直兴起，吼，敢若之前迄个较早迄款日本时代农业起来，但是到迄个1989迄个3月时阵。不能讲讲自己吼，台湾的迄个农业判地吼，农民的迄款迄个分房价，分正农民，一个农权会，啊一个是迄个台中迄部分客家公司联丰市，农民联盟，嘿，农民联盟，397个嘛，嘿对，啊迄个啊326吼，即个台中农民联盟伊去台北一边无代志，520这边。去年我那吼，迄个进入主题后，啊，上都发生是非常足严重的。那足严重了，1989年的520发生了，规个敢那农业的诶，关于的讨论吼，咱西部咱讲无，有些时阵进入咱迄个，把阮宜城鸳鸯伫高雄关吼，提早去试办的农保，就全校就办下，你办袂啊，就全部啊就遮咧办。啊，农保对农民来讲起来，嘛讲起来是比不上公保啦吼，公保啊比不上迄个所谓迄个真正迄个医疗保险。但迄个时阵安尼了，就变个摆平，啊摆平一直到即个2004年吼，即当中其实发生足侪农民的发烧代志，但是即内底好像拢大家人不管是吼迄个拢。放的啊，等于地区的，所以伫这部分，我刚刚讲这份资料到这是，就是不愿意啊，这里不让其他大家分享。啊，头先生，我也先感谢大家，就讲，伫这份资料，你就是，你拢做认真哦，一段，甲恁吼，不管你落地做的部分，啊，用做精神哦，我来看这个变，第一点。您讲的部分是，阮都会向秘书长您提供参考，谢谢。